好，再见。粉丝群。这两个应该是小蝈蝈。嗯，看看这名字应该是两个小蝈蝈，一个不东不倒翁，一个陆明飞。捞啊，我场数还比你高呢。来小明，来小明，大白猪，不是你这来个太乙干嘛呀？射穿虚伪的剑，有着光明的去向。小明屌，刚是不是有个大姐说话呀？哎呀，这是我最烦的事情，每天都有无数的人要跟我表白。难道长得帅就一定要我承受这些不该承受的东西吗？为什么你开麦还要看我听我直播间的声音？可以。两边散步，你们真捞。我不会打野，主要是我怕我打野我就废了。不是你们这一进来，然后的话就替妹子表白，你们这是抱着什么样的心理啊？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。这是我是被迫的。难道还拿刀架你脖子上不成？我怕他们骂我，他们要。哎，一个人有个欲望，骂一骂就习惯了。看到他的终点。我要他们说的。哎，来我来。不是你玩个太乙，你跑中路去干什么？收到。你这完全是没有看直播呀！我发现。你要看曹伟是怎么玩的，对不对？你就太乙，他玩得好。哎我操！控他。人间虽远，我都在其中。哎，广铁，你能不能把那个直播间的声音关掉啊？好嘞。
我直接关直播了，主要我想看弹幕，他们在逼我，他们说让我给你表白。你看个大头鬼，你都进来打游戏了，你还要边看弹幕？对呀、啊，他们都说我是专业演员。没事，前期你能打得过吕布的。我感觉我前期打不过他。谁说的？你前期打不过，你还准备跟他打后期啊？那后期也打不过呀。那不就得了吗？那前后期都打不过。你躲着他的一技能，他一技能抬起来的时候，你就直接二技能往他身后去，然后就打他，他就死了。大麦，你开始全麦。大招已经好了。全麦就全麦。全麦的比较有原因有营养。中。对面这个廉颇生死保护队友啊。上去控他！哎，别，这个肉盾。我感觉这个打野应该是爱我的，他一直在帮我。他明明就是想要蹭你经济。不，他是爱我的。可以。哥哥，你这么凶的吗？这个人，我的天，可以。凶的。我操！我咋的啦？傻屌！我不懂你为什么要来个太乙啊？你这太乙你根本就不会玩，你来个小明就当一根线，不香吗？可以。防御塔护盾消失，炮车出击。他的缴械很烦呢、人间虽远，你我都在其中。Shut down！ 啊，对。骂人肯定要开全队骂了，那人家要送人的药，那没事，人家开始送了，开始。那我掉一颗，你们掉四颗嘞，我不亏的呀。我为啥掉四颗？那你们四个人加起来是不是四颗？哎，对。那我一个人，我最多我就掉一颗。那别人的话下水都是拉一个人下水的，我一拉四个。一样，你觉得我能亏吗？不，你上路你不去守了？上路就交给我了。嗯，去。哎，我来干的，干不过，走了。打他！可以，舔了一手冰。你炸他呀！我怎么就不要了？我下路啊，我射手是下路。对，哪有射手打上路的呀？对，我没要，我看懂了。对啊，这很明，这很明显是这个狂铁的锅嘛，你说对不对？对，我感觉你说的没问题，差不多应该没问题。一箭穿心。哎，我操，这个墙好烦！我靠，这是什么鬼啊？为什么我到现在一个人头都没有？那人不是都是我杀的吗？人头捡不到呀！我操，都这个被这个
被这个傻鸟给狗去了，被这个傻鸟给 K 去了。你不 K 头你这样吗？对，太过分了，太飞了。不要我来的第一把我就没了呀。那太乙你过来你得养我呀，你这没把我养明白啊，我到现在这经济的话紧紧跟随我，然后你好像从来没有给我复活过呀，我死两次。啊，我的人头又被杀K了，大招已经好了，我的又没了，开始撤退。我看到这个太乙的话，我就想起曹伟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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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这，给我个大。没眼看。什么？什么叫没有妹子？纯白开始演起来了，你们没看出来这是他们在演我还是我在演他们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真没有吗？没有。我有人头了，我还是没有，我零杠三，我有了，我有了就不重要了。OK， 上，哎，又骗不到了，哦，太脏了。来来来，紧紧跟着我。控他。大白的姜子牙算你，骂他。没事，我已经把他给屏蔽了。可以。他能听得到我说话，我看不见他打字。那你开个为什么要开全部麦？那我骂他，他听不到的话，那多没意思呀。我都在其中。没事，我打他。上，我扛不住，我扛不住。好，你没了，扛不了了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没听到他。没事，你们虽然死了，但是你们还是最帅的。K， 哎，K， 哎呦我操，控的。就别跑了，好不好啊？对不对，姜子牙？你说你是不是傻？哎呦我的天！我咋了？请求集合。姜子牙太行了。送，舔他，打打打，别送！哇，这个人是个贱。弄他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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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没兵。我拖了一个那个人， okay. 我的天哪！漂亮，这个人是个贱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这边死了个演员。啊！我就演员了，我的天！啊！这个狂铁是你啊！我来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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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个最帅的。啊！上！太难了。哎。
行了，这把又行了，这把被带飞了，感觉被程咬金带飞了。你放屁！哦呦，我天哪，我差点被你这个屁给蹦死了。你看看这个程咬金，我的天哪，这程咬金，程咬金就是拿出你的，程咬金就是个傻屌，我开的全对麦的。他的喇叭都是闭掉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这左准了。喇叭是闭掉的。哦。只有姜子牙是开着的。姜子牙就是一个傻屌。你看，你多傻呀！哎，我走。没事，我在呢，我在，没事。嗯，弄他。来呀，我还能打。我那弄，打他，我在你身后，别怂。那你怎么怂了？你这有个大招的嘞，上。最终还是我一人承受了所有。嗯，大白，周周和大白菜向你表白。可以。你要记住他俩的名字。